张吗？有一点哎、欸，这好像在试镜哦。Hello, CBook 的朋友、读者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曹宁，一起来看我的演技大考验。很紧张呢。喂妈，哦，我入围了，真的啊？对，就好，拜拜拜，我赶快打给爸爸。好，拜拜拜。通过第一题的考验了。五十秒够吗？很棒啊！哈哈。哦，没事啊。哦，你卡菜渣了，你这边有一个韭菜。我操，好难了！喂、欸，你会不会太夸张啊？我们不是约两点半吗？那你刚刚不接话、不接电话是什么意思？不是你那天明明就跟我说约两点半，那你现在人在哪？什么看行事历？嘿 ，OK， 好啊，对不起啊，啊，你现在人在哪了？快点啊，菜都已经凉了。好好好好，我等一下请客，请客，请客，我记错时间是我的错，好吗？好好好好，等你见，拜拜。哎，哦，好耶，好刺激哦！我可以加码一个我给粉丝的小福利吗？亲爱的，起床喽！赶快起床，已经八点半，你上班要来不及。我早餐已经帮你准备好了，快起来。